足内外夹球，双脚脚心抱球，利用小球弹性克服腹内翻，强化胫骨后肌。二、中足踩球，三、前足踩球，强化足外踩击，四、大拇指压球。 强化足内踩击，五顶球屈膝，牵拉足底筋膜和跟腱。六脚趾抓球，难度非常大，除了抓力还需要运气，光着脚难度更大，因为袜子会增加摩擦。